在《我和我的祖国》这部影片中，杜江饰演的升旗手朱涛是在香港升起第一面国旗的人。有意思的是，他跟升旗手原型朱涛老师极其相似。22年前的朱涛，英俊的长相与杜江十分相似，当时还被称为超级美男子。而杜江也不负所望，高度还原了当年情景。为了演好升旗手这个角色，杜江还向朱涛请教了许多细节问题。为了给杜江示范，朱涛还原了当时的场景，亲手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。非凡娱乐是。